成绩相当不错了，第一关摆平了，接下来你要摆事儿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要灭个灯呗。对，好，来最上面一盏。如果你来过长岭镇龙凤乡十五号村东十五村，那么你一定会听说过我的名字郑海石。没错，我坐拥我们屯的第一大豪宅，家里四上大苞米地，每年打出来的苞米连起来可以绕屯两圈，在镇上还有我自己创业的买卖，手机摊位一个，我在我们屯那可是红人啊。这事能不能过了？明天他给你赢回来一共500块钱的事儿。这日子不能过了，离开。哎呀，就是因为这点事儿，我寻多大事儿呢？我先拿5000块钱，啥有啥再还我。你咋就是我家一根儿吗？非说俺家的，怎么这么严？就成你家的，本来就是我的嘛。哎呀，别吵，就因为一个龙，那我拿吧，你们俩一人1000块钱来。正好了，看这苞米卖出去是咋整啊？帮我想想办法呀。你看村里现在有啥事都得找我帮忙，我现在专门是我得找个能管得住我的，我往这借钱他得帮我和收钱那种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你得跟回农村还得会干点农活，咱家四上第一大苞米地呢，我一个也忙不来。我都想好了，过一段把我手机带兑回去，开个那个百事中介，那个台上16嘉宾到时可以找我，免费为大家服务，有事您说话。